这个是乳头，为乳头中分化贴壁还有35%，1.1公分，另外一个0.6公分，另外一个是良性的，只有一个是啊，不好只有这，那就是这最早期的，E1 期的，问题它是有一个气腔多那角。是高危因素，跟这个预后没关系，那个不用吃药，但是它配上靶向药，万一将来有问题就吃药啊。现在不主动吃药，不主动吃，啊，不用吃，不用就吃一啊。切正常，我好就吧？这个高有高危因素，不用提前先去靶向药是不吗？用，不用啊。我看不了用你的吃贴药，补，也是说不用，所以还是不过来用亲吃自药，问你提一好，下。他放们心，不是说现在又更新了吗？就没是更这新，种，没有，没有啊，对，不用吃啊。不用吃，我认为不吃，但有些人觉得如要吃。果要是复发了就是晚期吗？比如说，复发转移的就是晚期，那这种要先这吃吗？90%不会复发转移，百分那之你九十。为了10%吃吗？啊，你的意思就是不不用吃，吃，乔主任不建议吃啊，对，好吧？定期复查啊，定期复查。